谢谢。花莲的朋友们，你们是不是就搞哎？好，花莲果然是一个很棒的地方。哇，还不嗨？右边朋友还不嗨？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哪里怕哎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黄莲朋友们好，我是敖辰。真的非常的开心，因为已经很久没有来到花莲这边表演。那首先呢，要非常谢谢县长还有县长夫人们提供一个这么好的场地，可以让我们来。看到县长看我们表演的时候，也都就嗨嗨的。我们看到这样也是很开心。是的，那今天比较可惜的只有三位出席，因为威廉呢，最近呢在拍戏。那为什么有笑声？你们是看到威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威廉有关系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好的，那今天在这边呢，我们会带非常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。那希望呢，所有的歌迷朋友都可以跟我们一起热情起来，好吗？大声一点，我听不见花莲的热情。那第二首歌《指定席》。再给另一个最大尖叫声！